视频网址的话啊，就选择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比赛啊，就是我们的一个京东打 T 一的一个网址，那这是链接啊，这是链接。可能说有些同学是看过的啊，可能说有些同学是没有看过的啊。然后我们的话可以把这些弹幕的一些数据内容的话给大家采集下来，对，这是相关的一个他们发送的一些弹幕内容啊。 其实我们去做弹幕的话，其实有两种方式啊，有两个啊，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比较简单的一种，一个是稍微复杂一点的，不知道你们想听哪一种啊？对，就是采集 B 站弹幕有两种方式啊。B 站的一个视频弹幕的话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一个简单一点的，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好吧，先给大家去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吧。 比较简单的，一般我们去做爬虫的话，首先得去呃找到，就是我们的弹幕数据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我们去采集数据啊，通过我们的一个程序采集数据的话啊，首先的话，我们第一步得干嘛呢？第一步的话，得去分析我们的数据在什么地方，哎，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那我如果说直接去找弹幕的话啊，直接通过我们这个网址。 通过我们这个网站啊，这个界面去找它的弹幕数据在的位置的话，呃，会稍微麻烦一些，是会麻烦一点，但是也能找找得到。那如果说想要简单的获取到的话啊，想要简单的获取到的话，呃，有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啊，就在这个网址前面加上一个 i，在这个网址前面加上一个 i，对，就是哔哩哔哩前面啊加上一个 i，哔哩哔哩，然后你回测一下，我们打开两个吧，打开两个啊。 这样的话可以对比一下，在前面加上一个 i 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页面啊。在这个页面当中的话，它就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弹幕的一个地址，看到没有？这里的话就会有一个现成的一个弹幕链接地址，对吧、啊？这是人家已经弄好的一个 API 接口，对吧、啊？就这个链接里面，哎，就我们的一个弹幕数据，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网址里面去看一下。来，我们进来，在加载啊，有点慢。 OK 啊，这些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弹幕相关的一个数据内容啊。那、啊、这就是弹幕相关的数据，看到没有？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这种啊，我们可以做两种方式啊，做两种方式。网址的话可以给你们发一下，哎，给你们发一下，好吧？OK 啊，那我们第一步的话已经知道我们的数据在什么地方了，对不对？就是我们直接在视频的一个什么呢？ 视频的链接，那个哔哩哔哩前面啊，哔哩哔哩前面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 i 就可以了，加一个 i 进入到这一个网页当中的话，它会有直接出现一个什么呢？弹幕链接地址啊，会直接告诉我们的一个弹幕地址在什么地方，它会直接出现这么一个弹幕地址。然后弹幕地址主要改变的话，有一个 o o i d 的一个参数啊，其实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是它的一个视频 i d 啊，这个的话其实是它的一个视频 i d。 好吧，进入到这个网页当中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需要的一些数据啊，我们需要的弹幕数据的话就在这里面，在这里面。那么接下来的话，只需要通过最简单的一个什么呢？发送请求，获取数据。第四步，解析数据和保存数据，对吧？通过这简单的四个步骤，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相关的弹幕数据就给它采集下来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小案例啊，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小案例。就通过这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来做的话，是非常容易的啊，非常容易的。你只要在前面加上一个 i 就可以了。这个网址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找了吧？好吧，知道弹幕地址、知道怎么找的同学可以扣个一啊。有没有后知后觉的同学？OK 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那么就直接来写代码了。那么首先第一步的话，就发送请求。 好吧，我们直接去发送请求啊。发送请求的话，那我们有了一个链接嘛，我们把这个链接直接拿过来，用一个变量名去接收 u l 啊等于这个链接。然后我们去发送请求的时候的话，是需要导入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的啊。导入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import 一个 request 啊，import 一个 request 直接导入进来。这个模块的话，呃，可能说有些同学是导入不成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第三方库啊，是需要各位同学的话。 提前去安装一下，在 CMD 当中你输入相关的一个命令去安装一下就可以了。pip install 加上模块名字啊，这里给你们写一下吧。request 啊，进行个安装。安装好了之后的话，我们就直接 import 导入进来就好了。导入进来之后的话，我们有了链接之后，直接去请求一下网址啊，请求网址啊，我们通过 request 点上一个 get 的一个请求方法，把我们的链接给它丢进去。 那把我们这个 URL 啊传进去，再用一个什么呢？response 变量去接收，好吧？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通过这三行代码的话，就能够对于这一个链接去发送相关的请求，发送请求，发送完请求之后的话，我们要把这一整个网页数据拿到，我们直接获取它的响应数据就可以了，好吧？获取数据，获取数据的话，我们用一个变量名接收一下啊，response 点上一个 text。 那我们打印一下这个 HTML data，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整个网页相关的一个数据直接就拿到了。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但是我们拿到了这个数据的话，会有一点点问题啊，会有一点点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实际上在网页当中看到的这一个数据的话，它显示的是一个中文，对不对？是显示的是一个中文。但是我们去获取数据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些中文的话，它变成了一个乱码，变成了一个乱码的一个形式。那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对于这一个内容去进行一个解码，直接去解码就可以了。在获取数据之前的话，出现乱码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转码，转码 response 点上 encoding 等于一个什么呢？utf 八，utf 八。我们再去运行的话，它就会变成咱们的一个中文了，好吧？ OK 啊，看到没有？现在的话，我们相关的一个中文数据是不是出来了？那我们的一个弹幕内容是不是出来了？看懂了吗？好吧，如果说当你如果说以后出现就是获取数据的时候啊，获取网页数据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乱码，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转码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转码就可以了，转码就可以了。然后这个 UTF-8 的话，主要就是等于一个什么呢？其实它的一个网页编码。 为什么选择 UTF- 杠八，8并不是每一个网站都适用的，因为它会在这个地方会提示你它的一个编码格式是什么。因为有一些它的编码格式的话，它可能会是一个 GBK，但有一些可能会是一个 GBK，有些可能是一个 GB 二三幺二，二三幺二，对吧、啊？等等等等，你就根据它的网页来了就行了。它网站我网站这里的话显示的是什么一个编码的话，那你直接用它对对应的就可以了，好吧？对应的就可以了。我爬的时候看到乱码了，以为自己搞错了，不一定啊。 对吧、啊？乱码的话不一定是错了，对吧？你可以去呃转码一下就好了，对吧？转码一下，转码一下，看了之后的话，看它返回的数据是不是正确的？因为有些它乱码的话，它可能说返回的是有问题的，也也可能是有问题的，好吧？OK 啊，那么这里的话就非常简单了，就拿到我们相关的一个数据内容了，非常简单，对吧、啊？拿到这个数据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对于我们想要的数据去进行解析了，啊，解析数据。 解析数据的话，今天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去用我们的一个正则表达式啊，去导入咱们的一个正则表达式。正则的话其实比较简单啊，正则表达式的一个模块，import 一个 i，import 一个 i。我们所用的话，这里给大家写一个笔记啊，正则的话我们一般用的是 i 点上一个方 i 2的一个方法，啊，用的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话，它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 找到所有的一个数据啊，因为放的嘛，它是找到的意思。all 的话是所有嘛，找到所有的一个数据。找到所有数据的话，我们得要在这个括号里面给它传两个最基本的一个参数进去，传两个最基本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数据源，一个是数据啊，还有一个什么？数据源，对吧？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从什么地方去匹配什么数据，去匹配什么数据，从哪里去匹配什么数据？ 你比如说，我们想要的数据是不是这一段中文？它是包含在哪里？包含在这一个 D 的一个标签里面，包含在这个 D 标签里面。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D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啊，直接给它复制过来，R 一点上一个放刀，对吧、啊？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复制过来之后的话，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数据，对不对？那么需要的数据的话，我们中间这一部分，对吧、啊？这一条里面啊，准准确说是一个 D 标签里面是包含了我们需要的数据内容。那如果说， 我们想要的数据的话，它是这个弹幕啊，是这一段，那么就可以直接用个括号括起来，用括号括起来表示我们需要的一个内容，表示我们需要的内容。那啊，需要内容的话，如果说你直接这么去写的话，它只会给你返回一条内容。那么从这个 HTML data 里面，那么获取一下这个 content 啊，那我们打一下这个，它就会直接把我们括号括住的内容直接给我们返回出来。 对它只会返回这一条，因为你要匹配的什么？你要匹配的就是这一段，对，你要匹配的是这一段，它就会把这一段内容给你匹配出来。但是的话，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只是这一条，它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李湘赫什么什么还有、啊、最高的山啊，最长的河、啊，对吧？还有这一些这些数据的话，都是我们需要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直接把这个固定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它里面的内容是会变的，这中间这一块数据是会变的，这部分是会变的。 它会变的话，我们直接统一用一个什么呢？点心问表示，统一用一个点心问去表示，然后的话，它就会把相关的内容匹配出来。但是这里还会有一个问题啊，它还是只会返回一条数据，它还是只会返回一条数据。为什么呢？因为关于我们前面这个 P 的问题啊，关于我们前面这个 P 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 的话，它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这个 P 里面的话，每一个东西都不一样了，但是它又不是我们需要的。 那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用个点形文代替，但是不需要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加括号了，好吧？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个点形文代替，但是因为它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就可以不需要给它加上括号。这样的运行的话，我们就能把所有的相关的弹幕内容就全部拿到，就全部拿到了，看到没有？啊，这是相关的一个弹幕数据内容，明白了吗？看到没有？是不是就全部拿到了？ 那关于这个的话，有没有问题啊？关于我们这个正则最简单的一个使用啊，最简单的一个使用啊，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想要问的，有没有问题？啊，关于我们四十九行这行代码，就你需要的数据用个括号点新闻表示就行了。那前面因为这里的话，它的数据会不一样啊，对吧？我们但是又不要，我们也用个点新闻给它过滤掉，过滤掉，过滤掉就可以了。ok。 然后这边的话，它会给我们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返回的是个列表，返回的是一个列表。那我们用个 c o n e n t list 去接收。然后这个列表的话，我们可以干嘛呢？给它合并成字符串，列表合并成字符串，用我们的一个什么呢？用我们的一个 join 的一个方法，我们用一个换行符啊给它合并啊，用一个换行符给它进行一个合并 c o n e n t list。这样的话就会给它合并成我们的字符串，因为我们去保存。 保存我们这一个呃弹幕数据的话，我们一般是保存到一个 txt 的一个文档里面，对吧？txt 的一个文本里面，像保存到文本里面的话，一般是要以一个字符串的一个形式啊，因为我们现在这里匹配出来的话，它是一个列表，所以说我们得把这个列表合并成我们的一个字符串，以这一个斜杠 n 去进行一个合并。斜杠 n 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换行符啊，就相当于什么呢？在我们这一条弹幕的后面，它会有一个杠 n。 啊，就这个地方，杠 n 就是一个换行，到一个杠 n 换行，然后在后面的话，它也有一个杠 n，就是以这个杠 n 把每一条弹幕数据给它合并起来，变成我们这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数据内容，啊，变成字符串的，变成字符串之后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v i t open 进行一个保存了，啊 v i t open，那我们用一个弹幕，给一个文件名嘛，弹幕点上，哎，点 txt。 那 model 等于一个 W，encoding UTF 八，因为我们要保存的是中文，所以说要给它指定一下编码、啊，指定一下编码，让 S F。那 F 点上一个 r i t 把我们这个内容直接给它写进去。那我们直接运行，像我们这一个视频的一个什么呢？弹幕就给它采集出来了，好吧？它就会直接给我们保存到哪里呢？保存到这一个 TXT 的一个文本当中。 一共的话应该是有七千多条，啊,啊，一共是有七千多条弹幕，啊，九千多条，对不起，它有九千多条，啊，一共是九千六百多条，九千六百多条，明白了吗？好吧，这是我们第一个视频的一个弹幕啊，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啊，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非常简单的啊，因为这个的话是不需要你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的，你只要找到这一个接口就行了，然后去干嘛呢？对它发送请求。 获取它的一个数据，然后获取数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出现乱码的一个情况了。出现乱码的话，对吧？那么咱们就是冷静处理一下，给它进行一个解码就可以了啊，进行一个转码就好了。转码之后的话，我们通过正则表达式把相关的数据给它直接匹配出来，然后进行一个用这个 with open 进行一个保存写入就可以了。好吧，这是比较简单的这一种方式啊。那关于我们这一个简单方式的话，有没有问题？啊，这是简单一点的。 哇，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啊，还有一个是稍微复杂一点的，稍微复杂，因为我们这个是拿到人家现成的接口，因为我们这个链接的话是人家干嘛呢？是别人提供的，哎，提供了现成的一个 API 接口，好吧？人家是提供现成的，我们是拿，就相当于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对吧、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直接去拿到人家已经写好的东西，我去发送一下请求就可以获得到了。 好吧，那如果说我们自己要从这个网页当中，你说老师我不想用这个，对吧？啊，有些同学可能说你不知道这个接口，有些同学可能是不知道的，对吧？那我想要直接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的页面去把这里面的一个内容给他拿到的话，那怎么去做呢？那这个的话就比较复杂了，好吧？这个的话就比较稍微复杂一点了，这个的话我们就要通过开发者工具去抓包了，懂了吗？OK 啊，那我们首先的话，这第一个的话大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接口是官方的吗？这个接口好像不是官方的，好像不是官方的，对吧？这个接口的话，我好像记得，好像它不是官方的啊。啊，官方的话好像没有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说墨摸摸摸鱼人的一个网站，你像这种的话，它官方不可能说做这个导航栏的网站的，啊，这个不是官方的啊。明白没有？这个是别人做的一个网站，它不是官方的啊。<laughs> 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提一嘴啊，提一嘴。OK 啊。 啊，关于我们这个简单方式的一个数据采集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说啊，这里是我们采集一个视频嘛，对不对？我们这里只是采集了这这一个视频，而且是第一局的一个视频。如果说要把这 P 五，它一共，因为我们刚刚采集的是这个 P 一嘛，啊，这里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如何做多个的，因为它是放在一起的。我们这里弹幕的话，一共是五万条。我们这第一局的话，我们所采集到的弹幕的话，应该是九千多啊，九、呃、千多条，对吧？九千六百条数据。 它一共是有五个嘛，啊是有五个嘛。那第二个怎么办呢？第二个的话，我们只需要改这个 I O 值就可以了。改这个 I O，这个 I O 的话，其实在它的一个呃，网源代码里面应该是有的。啊，我给大家找一找啊，在哪个地方来的？哇，这里搜这么多吗？我们搜一个 C I D 吧，好像是，还是 O I D 来的 O I D。 哦，直接抓包搜一下吧。我们直接来抓包搜一下，教你们怎么弄啊。如果说你要爬多个的话，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数据在什么地方。我们刷新一下网页，然后呢去搜一下这个参数。它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存在的，在我们这里是有的。有点卡，有点是小卡，稍微等一下。哦，我们把这个视频暂停了啊。 OK，这怎么还有个？怎么还有一个断点啊？来，我们找一下，它是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这个网页源代码里面是存在的，在我们这个网页源代码里面是有的，但是它收的话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有一个。 哪个来着？这些都是视频啊，像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链接的话，它是视频的数据啊。这些的话是视频的视频和音频的一个链接。如果说你要爬视频和音频链接的话，就这些啊。好，后面，它有一个这么多吗？我一直在往下滑，它有一个接口的，它有一个数据的。 我早知道往上找了，啊，这里，OK，啊，C I D 对吧、啊、？C I D，好吧，它每一个的话呢，这个 C I D 的话就是它第一局的一个啊，第一局的一个 I D，对吧、啊、？C I D，然后我们第二局的话，这里就有一个啊，这是第二局的，打第二局的，明白吗？这是第二局的。所以如果说你要爬多局的话，你把这个改了就行了，把这个改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改成一个 A 啊、哦，这里的话改成一个 A，然后写完之后的话来个换行。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爬第二个了，爬第二个视频的一个弹幕了，对吧？第二个视频的弹幕的话，我们看一下它一共有多少条、啊。爬完两个视频之后的话，它有个多少条？那就一万三千条了，一万三千条的一个数据了，懂了吗？一万三千条。就我们主要改变的话，视频的话你就找这个 ID 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CID 啊，在视频的网页代码里面是有的，网页源代码。 是存在什么呢？存在这个 OID 的一个参数，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CID，它其实就是一个 CID 啊，就这一个 CID 的一个参数啊，好吧？OK 啊，这是关于我们简单的这种啊，简单这个。那如果说当我们不知道这一个接口的时候啊，来，我们重新来一下啊，就是我们忘记前面的这个，这个的话我们就直接过掉了，好吧？代码的话我们就直接放到这个地方啊，好吧？直接放到这一块。 好，我们代码的话直接放这个，哎，不能这样写，还，那我们新建一个吧，新建一个文件，重新换一个，就简单的一个采集。代码的话我就放这边啊，这代码的话，如果说需要的同学可以去加到近期老师微信啊，这代码的话可以给大家分享的这代码的话需要的同学可以去加近期老师的微信。 OK，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讲第二种方式啊，讲第二个方式啊，稍微复杂一点的。对，当我们已经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流程来，还是一样的。我们要先去分析数据在什么地方，要先去分析我们的一个弹幕数据在哪里。像这个分析的话，因为我们前面是直接找到了它的一个 API 接口了，是直接找到人家提供的一个接口了。 但现在，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它这个接口的话，我们要自己通过什么呢？要通过浏览器的一个开发者工具进行的一个抓包分析。那这个的话就要通过开发者工具去抓包了，好吧？就通过我们这个 F12，我们直接 F12 打开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啊，打开，打开怎么找呢？对啊，我们也可以不用去刷新啊，因为刷新的话太多数据了、啊，刷新的话数据量是比较大的。呃，我看一下这里的话，我们能不能直接点这个打开？ 好、啊，能能啊，我们直接点这个弹幕列表啊，直接点弹幕列表，点弹幕列表之后的话，它会有一个数据啊，有哪一个呢？就这个，就这个数据，对、啊，就这个数据啊，这个这个链接里面我们是有它的一个弹幕内容的，看到没有？还没死，还在清底读都读,读不明白。J J J 抛硬币为什么要选红啊？现在数据多少？看到没有？好吧，那这些的话是弹幕数据，虽然说旁边的这些是看起来是乱码的，那像这些数据是乱码的。 那这些数据也是乱码的，但是不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际上要去获取的数据只是中间这一部分而已，我只要中间这一部分就行了。因为中间这一部分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弹幕内容，像旁边的这些乱码的数据，我可以不用管它，因为我们只要我们的弹幕内容它是中文的就可以了。看到没有？理解了吗？好吧，理解没有？它一个的话啊，它一个弹幕啊，它一集弹幕是分为了多少页呢？分为了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分为了十二个参数啊，分为1十二个链接，好吧，分为了十二个链接，看到有，是分为了十二个链接。然后这个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难点呢？难点就在于这个参数是加密的，是吧？难点的话是在于这个参数是加密的，明白吗？这个呃，这个 W 啊 W R I D 的话，这个参数是加密的，你看到没有？它每一次每一次的链接，除了这个页码以外。 那这是第二页的，这是第二页的一个请求参数。然后呢，这个是第三页的请求参数。它除了这一个最基本的页码，对吧？除了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页码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 i d 的一个参数。这一个参数它是需要去做一个 GS 逆向的，明白了吗？好吧，那我们找到了，我们先来写一下代码吧。我们先已经找到了，我们直接把这个代码给它复制过来，我们直接去写一下。就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数据是在这个地方了，那我们先去写一下代码。 还是一样的，按照我们前面的步骤来啊，按照我们前面的发送请求嘛，发送请求，获取数据，解析数据和保存数据，按照这四个步骤去写啊。刚刚这个链接在哪里找的话，明白了没有？刚刚这一个抓包的话，看懂了吗？抓包的话看懂了没有？给你们写一下，先 F12，我们首先第一步 F12，打开开发者工具。 在 F12 打开开发工具，你或者说鼠标右键也可以啊，就是我们右键点击检查，啊，选择 Network 啊，选择 Network 也就是我们的网络面板，对、啊、选择网络面板这两种方式的话都可以啊，这两个方式都能打开。打开之后呢，第二步的话是直接点击弹幕列表，弹幕列表，好吧，直接点击弹幕弹幕列表，就旁边这个地方嘛。 旁边这里啊，你直接把这个弹幕列表给它展开，展开之后的话，你就能够看到它会有这样的数据返回，就这个 s g e 点 s o 的，好吧？就这一个数据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弹幕链接，看吧？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弹幕链接，明白了没有？好吧，这个的话是弹幕链接啊，我们就这么去找到啊，非常简单啊。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找到什么呢？找到一个链接数据，链接为一个什么 s 一 g 点 s o 的，是 s 一 g 吧？ 啊，对 s e g 点 so 的，就这个，找到之后的话，这我们想要的弹幕内容就在这里面啊。然后我们去写下代码、啊，写下代码，怎么去获取呢？我们来写下代码。这个获取的话会有一点点问题啊。那么首先的话还是一样的啊，发送请求，发送请求，我们 url，对、啊、我们还是一样的嘛，把网址先拿过来，对不对？先把网址拿过来，啊，网址拿过来。OK，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导入我们的一个模块。 导入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import 一个 request，然后我们去发送请求，啊，直接去发送请求，request 点上一个 get 请求 URL 传进去，然后再用一个 response 变量去接收，对不对？这里话都是一样的啊，好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干嘛呢？去获取数据，我们前面也是写过那个代码的，获取数据，直接啊获取它的一个 h t m l 数据，data 等于什么呢？response。 点 text，来，我们直接 print 打一下 h t m l data，这个地方的话会有一点点问题啊，会有一点点问题。啊，它居然没有问题啊，好奇怪啊，有点子离谱啊，它居然没有问题。按正常，如果说你们去写的话，应该有问题的，对啊，但在,在我这里它它没有出现问题啊，没有出现问题的话就不管它了，好吧？那么直接去发送请求啊，发送请求，我们换一个层啊，我们发送请求，然后的话得到这个数据。 得到这个数据之后的话，去解析数据啊，没有问题不好吗？按正常来说，它应该要出现问题的，知道吧？按正常的话，它要出问题的，但它这里没有出问题，没有出问题的话，说明你们在写代码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出问题，好吧？你们在写代码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出问题。比如说，我先把代码发给你们，我看一下你们谁能运行得了。好，我把代码发给你，我发在公屏上面，对吧？有没有同学现在是跟着写的？你把这个代码复制过去，你运行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你们应该会出存，会出问题了，有没有同学是写代码的？啊，谁在写代码的同学来扣个一啊！按正常的话，你们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这里首先啊，为什么会有问题呢？我这里发送请求的话是写的非常简单，我们这里发送请求按正常的话是模拟浏览器，对于我们的 URL 地址。 发送请求，对吧？首先的话，它我们是要做一个模拟浏览器的，但是我们在代码当中的话，我们是没有写模拟的，好吧？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伪装啊，没有伪装，好吧？第二个问题我说过这个什么呢？W 杠 RID 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加密参数，加密参数，但我们没有没有,没有做解密啊，没有做解密。 但没有做解密，没有做解密的话，它按正常的话，它会报一个错误，报什么错误呢？你没有访问权限，你没有访问权限。按正常的话，它会出这一个。你没有加模拟浏览器的话，它会有一个什么呢？提示你需要登录，你没有登录，你没有登录账号。按正常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这两个都没出来，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爬过，对吧？它记录了一些用户信息啊，可能说是我之前爬过的。 所以说它提示这一个就就没有问题了，按正常的话，你们应该会出现这两个问题啊，好吧？虽然这两个问题的话，首先干嘛呢？首先的话，我们得去呃伪装一下。我们这里还是给大家写一下吧。首先的话，我们得要去伪模拟浏览器啊，对吧？但是我这里没有出问题，你们那里应该会出现问题的。首先的话，我们去做模拟浏览器，模拟浏览器的话，所使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头啊，是请求头里面的一个参数。请求头的话，就在这个标头当中啊，在这个标头里面。 呃，标头下面的话，这一个请求标头，把里面的一个什么呢？把里面的 cookie 和 UA 给它复制过来、啊。如果说可以的话，你把这个防盗链给它复制也行。好、啊，把这个 cookie 给它复制一下。啊，cookie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 UA。啊，这个 UA 的话，我们也给它复制一下。不会，等一下我加了伪装反而得不到数据吧？<laughs> 然后给它传进去啊，我们 headers，对等于 headers，啊，给它传进来啊、哦。这里的话就是加上我们请求图做一个伪装啊。如果说你不加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没有伪装，就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你是一个爬虫程序啊。来，我们运行一下，啊，对吧？你还是没问题啊。有没有同学去运行代码了？出现问题没有？ 因为你出现问题的话，我才给你给你讲那个问题啊。你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我给你们讲的话，你们可能有些同学听不懂，对吧？如果老师明明没问题，为什么你还要加这些东西啊？对吧？OK 啊，那我们接继续啊。既然它没问题的话，我们先不管啊，我们直接用解析数据啊，直接还是样的用正则啊，用正则导入咱们那个正则表达式模块。 import r 一，啊，import r 一。来，我们 r1 点上一个方框，好，方框，还是一样的嘛？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这个冒号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就要的是这段内容。好，要的是，嗯，好，要的是这一块内容。前面的其他的话我就不要了，我就把中间这段拿到。点新问。 然后呢，从这个 HTML data 里面去匹配。然后呢，我们还是用一个 content list 去接收，还是用这个去接收啊。给它打印看一下。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能够去拿到我们相关的数据内容啊，拿到相关的数据内容。但这个数据的话，它是比较少的，这个数据量是稍微少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一个视频是分为了十二页嘛，因为我这个只是采集了。 一个弹幕当中的一页数据，一页的弹幕内容，它一共是分为了十二页，啊，分为了十二页。那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呃做一下处理啊。那么直接 for 循环便利一下 for 我们的一个 content 啊 for index，n in 我们的 content list，打打印一下这个 print index。这个 index 前面这个参数的话是可以不用要的啊，它前面会多一个特殊符号，看到没有？前面这里的话会多多一些特殊的奇奇怪怪的一些符号。 对吧？像这种符号的话，我们可以不用它，不要它，对吧？可以不要它，我们直接取个做个切片啊，直接做个切片，做一个切片就可以了。前面的数据就可以不用要了，好吧？这是我们第一页的啊，这是我们第一页的一个弹幕啊，就是第一个视频第一页的一个弹幕，第一个视频第一页的一个弹幕，懂了吗？那如果说要第二页的话，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它有两个参数是会变的，一个是这个 index。 一个是这个 index，一个是这个。那如果说我当它固定不变，我直接去改这个的话，看能不能行啊？我们给大家演示看一下能不能行。从第一页到我们的一个第十二页，打十二页的话就是写十三就可以了啊，因为它是顾头不顾尾的。然后呢，把这个 page 给它传进去，它不会连解密都不需要了吧？其实应该要需要解密的。来运行一下。 OK，第二页的话有问题了，你看到没有？第二的话，它是不是直接就就爬了一页，是不是就爬了一页？然后第二页的话就没有反应了。那我们打印看一下，给大家打印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啊。它这里的话是出出现了问题了。来，我们给大家打印看一下，因为它不出这个问题的话，对吧、啊，就没法给大家去讲后面的内容。它一定要出问题，我才能给你讲后面的。来，看到没有？啊，访问权限不足，对啊，我要的就是这个啊，要的就是这个访问权限不足。 对、啊，要要的就是这个访问权限啊，对啊，为什么呢？我们前面是不是说过，它除了这个，呃，这个页码以外，它还会有一个参数是加密的，懂吗？它还会有一个参数是加密的。如果说它这里不出问题的话，就真的是，对吧、啊？啊，真的是不太好给大家去讲后面的内容啊。当只有看得到问题，你才知道怎么去解决。如果说你看不到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我给你讲怎么去解决的话，大家很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老师你为什么这么去做啊。 OK 啊，那么这个参数是加密的话怎么办呢？对吧，就是我们一个爬虫稍微啊稍微核心一点点的东西了，啊爬虫啊爬虫内容，稍微核心点的一个字典。点，对，就是我们的一个参数加密，对参数加密的话，那么就要干嘛呢？去解密就要分析它的一个加密规则，对，分析它的一个加密规则，像这种话，我们一般就就是说的一个什么 JS 逆向。 来，就我们所说的一个 GS，你向，那这个参数怎么去解呢？我们首先去搜这个关键字，搜啊，去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去搜这个关键字，搜一下。搜了关键字的话，我们是有好几个的啊，你看这里好好多个啊，打、啊、这里有一个，是吧？你看这里有一个啊，这里的话有一个 UUT，对吧？这里有一个，有的话我们全部给它打上断点啊。 有的话，有的地方啊是一样的，我们就全部给它打断点，因为你不能够确定它是来自于哪个地方啊，你不确定它是在哪个地方，你都打断点,点，啊，都打断点。怎么还没讲入出来？这么慢吗？OK，这里的话也打断点，啊，这里的话也有个也打断点，还有这个也打断点，好吧，然后还有呢，还有哪里？还有这里啊。 对吧？只要它存在的啊，出现的有可能的，因为它都是这个关键字嘛，对不对？那么就都给它打上断点啊，都都打断点，好吧？就这几个嘛，就这几个嘛。嗯，我的建议是，我的想法是点第二句。 然后打开开发工具，啊，点第二局打开开发工具。然后我们刚刚断了的是吧？刚刚是不是已经断了的？好卡呀！啊，他直接断进来了。他这里断的话有点多，因为有很多个参数啊，他断的有点多。 来，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弹幕啊，点击弹幕列表，OK 啊，它是存在了什么呢？那它是断到这个地方啊，断到这个 M 这里啊，断到是这个地方，对吧、啊？断的是,、啊、是这个地方，就哪一个呢？就这个，对吧、啊？就这个，那其他的话我们就全部移除啊，移除其他的啊，那我们就留这一个就行了。它是存在是什么？这个 M，对吧、啊？这个 M 是从哪里来呢？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对、啊、m 等于这个 L，L 的一个空格，然后的话，一个是 Y，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 N，好，一个是 Y，一个是 N 啊，一个是 y 一个是 n、啊 咱们可以把这两个复制一下，那这个 Y，哇，给大家演示一下。B 站以前是没有加密的嘛，以前没加密啊，因为现在可能爬的人多了，它就有加密了。一个是 Y 啊，这个是 Y 值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是个 N 值，对吧、啊？还有一个是 N 值，那我们都给它先复制过来。那还有一个 N 值。OK，打是这两个啊，这两个。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啊，那我们点击下一个。 然后它又断进来了啊，断进来了，然后还是一个什么呢？还是一个 Y 啊，你注意看这个细节啊，看这个地方啊，还是一个 Y。那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N 啊，这个 N 的话是没有变的啊，这个 N 是不变的，对吧？这个 N 是没有变的，那它的话就是一个固定值，对吧？就固定的一个参数啊，就固定的一个参数，它是没有变的。那所以说我们只要看什么呢？看这个 Y 值就可以了，看这个 Y 值。那我们再点下一个，它是不是又跳了一下？对，又断进来了。 好吧，这里的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点啊？为什么它会断这么多次呢？的，我们再再点一下啊，它又会断一次。那它又会变，好吧？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次啊？好吧？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次啊？它一共应该会出现个十二次，啊，它一共会出现十二次啊。这是第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 第九次，第十次，啊，它就十次啊！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它就出现了十次啊？为知道为什么是十次吗？啊，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它是出现了十次吗？对应的是哪个呢？对应的是这个，对呢，是我们这个弹幕的十十条弹幕信息，懂了吗？那第一个的话是这一个，第二条的话是这一个，那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 第十刚好对应的这十个，对应的这十条弹幕刚好对应的是什么？这十个参数，明白了吗？所以它会断十次。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传的参数是什么，我们所传进去的这个 y 的一个参数，你会发现啊，且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参数，就是我们查询里面的这个参数，就这个，就这个东西，短吧？就这个东西。然后它是怎么做的呢？那，那二三四，然后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时间戳。 时间戳，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什么？再加上这个 E A，加上这个 E A，加上这个 E A 的话，它是怎么去进行一个，嗯，它是怎么去进行一个加密呢？它其实是通过一个 M D 五加密的，好吧？这里的话是七零三啊，七零三，然后零六幺 D 对吧？它其实是通过一个什么 M D 五？M D 五的话是，呃，通过我们前面这段参数，再加上我们后面这个内容，我们把它给它补全一下，啊，给这个地方补全一下。 它是通过一个 MD 五的，我们可以直接百度搜索一个 MD 五在线，啊，MD 五的一个在线加密。换一个，好，来我们加密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啊。来，我们这里加密成功之后啊，看一下这个数据啊，跟我们上面的是不是一样的？跟我们这里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那。 七零三六，36, 对吧？后面是 A B D，呃呃呃，A B 九，9, 是不是一样的？明白了吗？懂了没有？它其实是一个 M D 五的一个加密。你说老师，你为什么知道是 M D 五加密的？因为这个的话，其实需要靠一点经验的啊。如果说你实在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眼，因为它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有一个，有个这个嘛，这个，这个什么呢？L，对 L O 是调用了这个函数，传了这两个参数。就如果说你实在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干嘛呢？嗯。 是真卡，那我给你看一眼，好吧，我们进入到这个 LO 里面，啊，进入到这个里面，啊，进入这里面的话，它是存在这一个地方的，它其实是一个呃 MD 五的一个加密的啊，是一个外部 pack 好像，看一下这个 LO。 那是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Webpack 的一个啊 Rn 点 C，然后 C 的话是哪里呢？这个 C 的话是等于这个 R，对吧、啊？这个 R 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 Webpack 的，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呢？MD5 的一个加密啊，你就不用去抠那么多了，对吧、啊？如果说它不是一个 MD5 的话，那你还把这个 R 给它抠出来，就把这个 R 抠出来，R 的话 R 点 N，然后传这个 C 就是这个 L，然后 L 的话，然后再把什么呢？再把这个 Y 加 N。 传进去才能得到，但是的话，因为呃，通过经验分析啊，就是有些东西的话，你看多了自然而然就会了。它其实就是一个 MD5 的一个加密，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自己手写啊，就我们自己可以去改写，自己去写出来，可以把这个加密算法呢，我们可以自己通过代码去写出来了。给你们写一下啊，我们可以自己去写一下的。那我们导入一个加密模块。 加密的一个模块，我们可以自己去写出来的。那如果说它不是 M D 五的话，如果说它不是一个呃比较完，就是不是一个 M D 五的一个加密的话，那么就要通过去抠这个代码了，去抠这个 L A 啊、呃，呃这个 L 对吧？这个 L 的话，因为我们刚刚看了嘛，它是来自于这个呃 R 点 N 嘛，然后 R 点 N 传一个 C 嘛，这个 C 的话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这个地方，对吧？来这个地方的话，那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呃 Webpack，、啊、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跳过一下啊，断点，跳过，给你们看一眼啊。他怎么又断点了？我不断这个了。来刷新一下，给你刷新网页。嗯、那你要把这一个大大的代码全部给它抠下来，把一整个大的那个代码的话，全部得给它抠下来。就哪个呢？就这个，就这个。对吧？从这里啊，这是它的一个加载器啊，加载器。 但那就是干嘛呢？要把这一整个代码全部给它抠下来，从从头到尾啊，就这一段代码全部给它抠出来。你全部抠出来的话，那估计就是有蛮多的啊，还是有蛮多的，就全部得给它抠出来，然后再去生成。那样的话太麻烦了。对于很多同学没有学过 JS 逆向的同学来说的话，就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说这里给大家去讲一个比比较简单的，就我们自己去生成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调用一下，我们定一个函数啊，hash。 传一个什么呢？传一个 number 啊，传一个 d a t a t i m e 啊，传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的话，一个是什么呢？这个 number 啊，这个 number 的话就是页码，页码。这个的话就时间戳啊，时间戳，时间戳，对不对？我们所生成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呢？我们来给这个数据的话，我们来拿过来一下，啊，就这一段啊。 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str，string，OK、OK、啊，我们要给传两个参数进去啊，一个是它的一个页码嘛，页码的话就是这个 index 啊，把这个页码传进去，因为每一页的话都不一样的嘛。还有一个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时间戳，就这个 WTS 啊，就这个啊 WTS 这个时间戳。 麻烦这一个就和数学一样，不会就是不会。对，这个是不会，确实是不会啊，因为没学过的话，不会就确确实不会啊。点 M 六，M 六，然后 M D 五的话，点上我们的一个 update，把我们这个内容给它传进去，把我们要加密的内容给它传进去，然后给它一个 UTF 杠八的编码，然后干嘛呢？然后给它加密出来啊，给它加密出来。对，加密生成的话就是这个 W R I D 的一个参数。 然后把这个参数的话直接给它返回出去就可以了，好、啊、直接给它返回出去。返回出去之后的话，我们就要调用这个函数嘛。然后每次的话，我们要都要在哪个地方呢？对吧？在哪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调用啊。跟不上的话，呃，怎么说呢？也挺正常的吧 <laughs>。跟不上的话也挺正常的，因为这个的话你要听一下思路，知道怎么大概了解一下，大概了解一下。 啊，大概了解一下，你们学那个最简单的一个就行了，那个简单的方式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难的方式的话，主要是给大家去拓展一下，你就学第一种就行了，你把第一种掌握就可以了。第二种复杂的话，我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说当我们对吧没有现成的，就是别人没有做好接口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要自己去实现的话，应该怎么去做啊？应该怎么去做啊？然后这个 time、um、的话，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时间戳。 int（ 括号唱点上一个唱），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要给它改了，这边的话我们要给它传了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这个也要改了，那就传这个进去，然后这边的话就直接传那一个，对它唱，然后这边的话我用个变量去接受啊，哎，在这里，OK 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去运行代码。 它应该就 OK 了，就可以了。嗯，还是存在权限不足。打一下这个，访问权限不足。这个参数传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加个防盗链吧，那我们就多加一个防盗链吧。拓展超纲了，简单我都学了一段时间了。超纲有有一点点超纲啊，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可能有一点点超纲。好卡呀，网速，我感觉网速贼拉卡。 卡的有点不太行的样子，我加一个防盗链吧。他没有访问权限，可能话我们这里还要加一个防盗链啊。好，我们这里再加一个防盗链。来，我们再运行一下。嗯，他访问权限还是不足，我这个写法有问题吗？MD 五。 哦、啊，我还是从第二页开始。第二页的话应该没问题，因为第一页的话他可能要多写个参数。哎，第二的话还是不行。ESF 8我没写错吧？OCID 幺四四幺四七的，这个 ID 也不要搞错了啊，因为 ID 搞错的话会有问题的。这个、ID 也没有错啊。 这样的话，越要。嗯，有了，但是出现乱码了，有数据了，但是出现乱码了。乱码的话，那我们要去写转码一下啊。这里的话要转码一下，response 点 encoding 等于 response 点上 append e c o d i n g 因为我不知道它编码是什么，我就直接给它自动转码了。它现在可以了，为什么又乱码了？啊，加个 U T F-8 吧，还是改成 U T F-8？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好吧？那我们把这个给它过掉，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翻译了，就可以翻译去做了，没有问题啊。是的，不知道刚刚是可能是我采集的运行的有点多啊，可能要稍微等一下。按正常的话，这样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OK 啊，这样的话，到时候我们这里直接一个 V s open 保存就可以了。这里的话进行一个 V s open 保存就行了。所以说稍微复杂一点的话，难的话是难在哪里呢？就难在这个这个参数啊，就是那一个刚刚给大家讲的那个，呃，这个参数。啊。 就这个啊，这个参数稍微复杂一点，明白了吗？好吧，这个的话，因为涉及到一个加密的啊，涉及到一个 G S 逆向的，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呃，如果说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你不太会的话，它可能也可以通过什么呢？也可以通过一个 Webpack 去抠啊，对吧？通过 Webpack Webpack 去抠代码，抠代码，对吧？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M D 五的一个加密的话，就可以不用抠了，因为它是因为通过啊，经验啊，经验。 对吧、啊？根据老师个人经验啊，根据经验，对吧、啊？哎，了解到啊，了解到，它是一个 MD 第五加密，哎，对、啊，所以说可以自己去写啊，可以直接写出来啊，可以直接写出来，那就不用去抠那一个代码了，就不用通过 Web 开 t 去抠代码了，对吧、啊？就不用抠那么多了，因为要抠个要抠的话，可能要抠个几千行代码，那样子抠的话会比较多啊，比较多。 OK 啊，啊，有没有问题想问的？这个的话就稍微复杂一点的，复杂一点的话，可能说对大家很多同学来说的话都是有点点吃力的，因为毕竟涉及到一个 GS 逆向的一个内容了，涉及到 GS 逆向了。因为你要如果说要要学到 GS 逆向的话，你得最起码把基础学了，把爬虫学了，然后再学逆向方面的内容啊。加密的话是不是有很多的要学很多，东西，要学的东西非常多啊？ 短要学到 GS，你想的话，你最起码得敢把爬虫啊，把基本的爬虫要掌握了。有没有简单的教程？简单的教程的话，呃，有咱们的一个系统课程，咱们的话有有系统课程。可能说很多，很多同学可能说看老师讲，对吧、啊？都能够呃，感觉还还挺 OK 的，还还感觉挺简单的。但自己去上手的话，发现自己搞不出来，对吧、啊？搞不出来，对吧、啊？这些的话，因为有些东西的话。 呃，老师讲是一回事啊，就你们自己去写的话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东西的话还是要自己去多多写、多练一下。像如果说你想要从零基础开始学的话，咱们这边的话也会有相应的一个课程啊，也会有相应的一个系统课程，也是从零基础开始教学的。